今的娱乐圈太绝了吧，不少女艺人个个不仅演技精湛，多才多艺，他们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技多不要身，每次都会被女明星优美动人的舞姿惊艳到。本期就给大家带来几位跳舞特别不错的女明星吧。毛晓彤是实力派演员，毛晓彤的演技十分精湛，没想到她一抬腿，舞蹈能让人感到惊喜，让人被深深的吸引住了。金晨是娱乐圈的优秀女演员，婀娜的身姿是那样迷人，真是让人心旷神怡，她的舞姿十分魅惑，简直令人过耳难忘。害怕我拒绝不如我想我冷眼，还想我轻描又淡写要我阳光，还要我放心不要欢喜我哭笑无助，还喜我心如枯木似我梦境，孩子我很快就清醒，看我自叹自称还看我同时。景甜是娱乐圈的实力派女星，可以说是多才多艺，她热舞起来简直惊艳全场，婀娜身姿定格瞬间美目流连，舞蹈功底令人折服。湖水独一枝青花，蓝雾粉红霞，采竹回家，悠悠风来买一地桑麻。关晓彤的知名的国民闺女，关晓彤长相漂亮，演技精湛，她柔软身段兼具力量感，轻步慢舞犹如仙子，不少网友表示这舞姿水顶得住，那的演技精湛，一抬腿简直甜美似少女，令人过耳难忘。